团体协会前主席蓝黄玉凤女士，台南市诗美学会前理事长何忠树先生，台南安南国际狮子会前会长吴国栋会长，台南大学附设小学美术老师陈冠华老师，集美博物馆曼陀林乐团团长许富吉贤伉俪，高雄市国际文化艺术协会荣誉理事长简维亨理事长，鸟松艺术中学校长的陈凯张凯瑞校长。下面我们有请主办单位彭会长向我们讲几句话。大家好，我先补充介绍一下那个林慧修老师，他是我们就是国宝级的，就是专门参加这场比赛史诗比赛非常专业的古典艺术老师，谢谢。那还有一些老师的话待会再补充介绍。我们古典艺术的核心主要是心性修为的提高，心性修为提高了，技术技巧也提升了，那画起来的话就让人看得懂也感觉到美，那音乐听起来也好听，跳的舞也有韵味了。所以不只是在古典艺术基础教育的学子们需要在心性修为提高这方面可以增加他的古典艺术的技术技巧，想要在古典艺术继续深造的艺术家们也是可以这个为核心，还有就是想要看得懂古典艺术的朋友们，我们也可以以这个古典艺术的核心心性修为提高来增强自己这个部分，谢谢大家。我们有请国家海洋研究院林英斌前副院长来为我们致辞。想我站到这里跟大家比较亲近一点，其实应该站到下面来。今天我希望用很轻松的心情，今天非常非常的兴奋，我们萧强萧老师，国宝级的老师，我们张院长张医师，张老师，还有我们林宏南林董事长，我们也是林老师，那我们未来明日之星，我们那个静豪那个老师，我一直觉得说还好我们这个摇篮的推手啦，我们凯瑞校长啊，让校长，那我们彭会长，我的多年的好朋友。其实我是一个学工程、学科学的人，基本上跟这个古艺术本身呢，我是不会。不过我可能跟那个张院长一样，我们有一个很喜欢的一个心在上面，所以长期的时候呢，长期都承蒙那个张校长跟彭会长呢，给我很多机会去接触了这个古典音乐。那今天呢，张彭会长跟我讲说有这个机会呢，我就想说，古典音乐好久好久没有来给我们那个好朋友们鼓励了，所以那个今天就到特别从高雄来过来了，
那我们知道古典艺术就是我们人类祖先们的生活的形态、习惯、那个思想，或者是他们经验去芜存菁以后累积习下来的一些我们的宝贝。那这些宝贝其实我们真的是觉得说是一个美，是我们很喜欢的东西，但也应该是我们一起要去保护它，那个支持它的了。那支持保护的话，绝对不是我们四位老师或我们这些刚刚这些艺术工作者的责任而已啊，也绝对不是我们张校长的责任或我们童会长的责任，应该是我们在座所有大家今天在这里都喜好古典艺术的这个好朋友大家的一起的责任。我们应该来呵护、爱护、支持、鼓励这个古典艺术的这个生根。尤其今天童会长主办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是古典艺术的基础教育的这个部分呢，我想这个今天是用非常非常喜悦的心情呢，来看到了这么多的一个老师，这么多的一个表演者呢，用很精粹的部分来给我们欣赏哦。那只能说感到心里面跟在座所有的好朋友一样，大家我们用我们热情的心来支持。那我也祝福我们这次的联展也能够顺利成功哈。那在座所有的好朋友，我们大家都身体健康。我们云林鸟松艺术高中的校务们兴隆，我们的古典艺术教育呢能够欣欣发展。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院长。下面我们请高雄市艺文团体理事长协会荣誉主席蓝黄玉凤主席为我们讲几句。今天呢，非常的荣幸呢来参加这个盛会。首先呢，我感受出来哈，我们的童玉如理事长他是如此用心的来做这一场的四人的邀请展。我所敬爱的艺术家我们的萧启兰萧教授是长期以来我们所熟悉的，他非常的优秀，除了得到了新传奖以外呢，记得我们也在法国的巴黎罗浮宫他得到了一个艺术文化的传播奖。然后呢，他的雕塑呢，一个非常优秀的肖像，被美国的哈佛大学呢，呈现在他的校园里面，他是我们的骄傲。今天很用心到现场，然后呢，欣赏了四位艺术家的作品。然后我也感受到，那很震撼人的摄影，林宏兰长，董事长，他的作品在我的高雄艺文团体理事长协会里面，有很多很多摄影协会的理事长们，他们的摄影作品跟他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他把艺术生活化体现在他的专业里面。他是一个建筑大师嘛，董事长，所以呢他所熟悉的建筑，然后我们在他的作品里面就一一呈现出来了。不管是彩色黑白，这是我所看到一个很前卫的一个工业性的一个展出，然后就觉得他的眼光就是由他的生活体验里面所散发出来了。以及呢，我们的一个苏华的董事长，然后呢，我看到他们很简朴的作品很另类的呈现出来，这就是他生命的历练，他眼前所呈现出来的他的作品创作相当的优秀。还有我们的林俊豪我们的新秀相当的优秀，他从鸟松张校长的所栽培出来呢，气质上就是不一样。
今天这一个音乐艺术的响乐里面，我们看到鸟松艺术学校对台湾的贡献。台湾现今处在这种疫情啊，还有国外的战争啊，还有我们岛内政治的纷争啊，让人心惶惶不安。但是呢，今天的所有音乐会表现上，不管是音乐、舞蹈，都让我们感受出来，台湾老百姓就是需要这样子的氛围。我们谢谢鸟松艺术校长张校长对台湾的贡献。的确呢，为什么要支持台湾呢？古典艺术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因为当代的艺术已经到达了非常的跳动、荒谬，还有甚至于是自我发挥的余地了。大家都想要呈现自己的派别啊，然后已经到了很无厘头的现象了。然后呢，为什么我形容古典教育的基础，不管是在各类别的艺术上，就像一个富有的建立的大家庭，它呢有祖先历代的传统，他们的用心经营，器朴纯青，然后呢进入这个大家庭的后代的子孙啊，事实上他们就是在享受着这传统精粹的一个艺术的氛围，享受吸收。所以呢，这是由内在内涵里面所呈现出来的，那气质上完全不一样。就像今天我们的音乐家、舞蹈家，你看看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跟我们台湾现在的青年学子有很大的不一样，是不是啊？对，谢谢，再次谢谢张校长。对了，我也是一个热爱支持古典艺术基础教育的。虽然我历经了古典艺术的基础，我的老师是冉浩群，他在明年的一月份就在国父纪念馆要展出了。他是一个俄罗斯画派的古典艺术家，然后呢他享誉了美国。美国虽然是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的都会纽约，但是他们自己发现到了当代艺术啊已经到了是无可言论的地步了。他们也感受到必须要再注重古典基础的教育，所以呢他们常常每年会举办一个来自全世界各国的绘画基础古典绘画的比赛，这是代表他们惊觉到，我如果没有接受古典的教育熏陶的话，我只是在求抽象造型的表现的话，事实上那实在是无法把优美的文化，最好的文化，像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那些宝贝，然后传承给后代的子孙，如果再继续走当代那些抽象的表现的话，所以他们也意识到了，所以每年他们会举办这样的活动。冉浩群老师也是去参加得到金奖的人，所以呢我有跟同董理事长跟他提到说不管那时候一月份嘛，也欢迎大家去欣赏冉老师，因为他是全台湾可以说古典艺术表现的最好的一个前辈，也欢迎大家去欣赏。然后今天呢祝福这四位展出的艺术家，谢谢你们的用心和努力。还有俊豪，他我仔细看了他的心灵上，他说他重视
内在的心灵提升，内在的修为来提升艺术的创作能量。的确，一个人的人品，你的内涵修为好的话，无形中你画出来，你所里所做的工作作品就会呈现一个能量出来，这是有根据的。对，祝福今天四位艺术家的展出相当成功，还有我们感谢童理事长你用心的来策划这一次的展出，谢谢鸟松艺术学校的贡献，谢谢大家。在还没有介绍到的与会来宾，我们的朱金珍理事长。我们的中华民国云林同乡总会长郭吉来副总会长，我们请郭副总为我们来勉励几句。好，请。大家晚安，我是来自鸟松艺术学校的三个村，其中一个村叫做松中村，校长就是我们的村庄。我是郭吉来，因为感谢四位艺术家，因为林宏南大师前届我有来，我嘛在替伊推，但是目前差不多十个尔，我继续在努力，因为希望后个月十日在阮文林馆咧颁奖的时阵，即在座大家拢莅临阮文林馆，来阮文林馆行行咧，大家来多认识一下，因为你不是叫我讲话吼，我讲话讲无啥意思。在座所有贵宾，但是我有看到阮正前，我住嘉义的时阵，嘉义市长张博雅侦查院长，对不？都在无认识哈。谢谢贵宾，我从别个吼，也毋知咧讲啥，但是感觉这个林朗大师交三四个艺术家这个传奇很好，因为百万啦，咱刚刚设定一百万，无一定超过一百万吼。咱这个基金，咱等下分年叫张校长当场底下管政府办会，因为咱是公办民营，安尼这个算计，感谢四个艺术家，也感谢所有捐款的每一位贵宾，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总统府资政，也是我们的监察院前院长张博雅院长为我们讲几句话。张校长，我们张医师，还有林老师、肖老师，还有年轻的也是林作家哈，还有童会长，刚刚讲话的我们郭先生，还有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很抱歉，因为嘉义也有一场，所以匆匆忙忙赶过来哈。还没有看到整个展览，但是呢，我相信由刚刚那位女士所讲的女士艺术家所讲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次的展出也是非常非常的盛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除了感谢云林鸟松有这么美好的一个艺术教育学校以外，相信今天提出作品来展出的都是基础艺术的杰出者，尤其我们认识最不简单的是我们的张医师，他是妇产科医师，妇产科医师又是音乐家，又是书法家，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真的是很不简单。那么刚刚介绍到的我们年轻的林静豪，
是童老师，童理事长的公子，他这么年轻，也是毕业自鸟松艺术学校高中哈，鸟松艺术高中，所以由基础教育把他们培养出来，那么现在又在科大来继续进修，这样子的话，就像刚刚我们这位女艺术家所讲的，如果从基础能够好好的培养的话，很多都是可以青出于蓝。那我们刚刚讲到张医师呢，他是最不简单的，国防医学院毕业，又培养出音乐细胞的发展，自己对于钢琴，对于小提琴，甚至对于口琴，都是非常有研究的人。他又是对书画有那么爱好，而且有很好的表现。所以相信今天四位艺术家所表现出来的，不管是肖老师、林老师、张医师，还有我们的林金豪小弟哈，一定会有很好的表现。所以祝福我们童会长，也祝福张校长，跟祝福所有的人都有耳福口福，可以在这个时候欣赏到最基础的艺术杰作。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平安，长出成功，谢谢。